决，而且就是做一些个拉伸呀，就去比赛没有结束啊，那么就是在准备比赛。哇，林志杰上半时，哇，又一个一些个，比如北控啊，就包括北控也有一些非常出色的本土球员。没错，你在一些个相对实力比较差的球队，你自己多打一打还是可以。漂亮，林志杰，谁都不灵了，我站出来。还是利用这个，韩德君防守的这个人的眼光。